界成就品第七段，佛除差别寄送第四首，或有严禁不思议，设放所有诸刹海，或为严禁一国度，于以世心修语。这个是讲啊，庄严国土，诸佛菩萨了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庄严这个地方的国土啊。这个意思，我想大家了都不难体会啊，因为我们世间法。也有这个情形啊，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位伟人，这个地方的人都感觉到荣耀啊，有光彩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一位大人物，那佛出现在这个地方呢，那当然更是荣耀啊！我们这个地方出过佛啊，那么在中国许许多多的道场啊，这个道场曾经出过啊很多位的祖师大德，这个道场名闻天下了。啊，那个时候讲天下，讲全国，有的时候也能名闻世界。啊，为什么呢？其他的国家地区，这些学人、学佛的人听到了，啊，都发愿呢，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像隋唐的时代，日本的高僧。韩国的高僧以及越南的高僧都到中国来留学，亲近中国的祖师大德啊，这个道场啊也名闻海外啊。这个就是庄严，智慧的庄严，道德的庄严啊，人有智慧有德行，必定能感化这个地区，他所居住的道场，这个道场修行的人跟他学习，也是具有智慧具有德行。善知识他会教啊，啊，感应来的这些学生，哎，他会学啊，所以教学的成果辉煌，成绩显著。这个是真正的庄严。我们现代学佛不能不多想想啊，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前的社会是大不相同啊！那个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少，
没有这么多人，真的是地广人稀呀。生活环境跟现在的生活环境也完全不相同。科学、机械这些技术没有发明啊，生活多半还保持原始的形态。那么佛出现在世间，他舍弃了荣华富贵，舍弃了名闻利养，世间人所争的、所希求的，他通通放下，通通舍弃。这种事情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去想想？他的一切都是教学。种种实现呢，身教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教我们要这样的学习。他的出现庄严国土啊，他没有盖一个大殿呐，没有建一个寺院道场，没有啊。他在哪里讲经呢？在树林里面，大树底下。听经的人围在周边，坐在草地上，庄严国土。由此可知，庄严国土是智慧，是道德，是真实的学问，不是这些富丽堂皇的物质建设，不是啊。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500年呢，各个不同的坚固，他老人家就说得很好啊。那是说这个现在的话讲预言呢、他说他灭度之后第一个500年戒律坚固，佛陀在世是智慧第一了，智慧庄严国土啊。佛灭度之后就是戒律了，戒律坚固啊。持戒庄严国土，持戒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人人都知道守法，都知道守规矩，如理如法，这个社会有良好的秩序啊。
这是庄严国土啊。到第二个五百年呢，这个持戒渐渐为大家所获了，禅定解悟啊，坐禅的人多了啊，是依照戒律修行的人慢慢就少了。第三个五百年呢，坐禅的人也少了，研究经教，多闻经故啊，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确实释迦牟尼佛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多闻研究教理的人多。第四个五百年呢，还研究经教的人少了啊，什么东西多起来了？盖庙，叫塔寺坚固。哦，都喜欢建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寺庙、塔院。第五个五百年呢，佛说的是什么？斗争坚固。我们今天是生在啊五百年之后啊，所以到处这个斗争的现象正常的，如果是没有斗争，那佛的话讲的不是讲错了吗？啊，佛讲我们这个时代斗争坚固啊，啊，以后佛就不说了，斗争下面怎么样呢？战争啊，啊，战争的后面末日了，佛只讲到斗争坚固，所以佛在2500年之前就设他这个缘起之后，往后2500年那个状况，他老人家说的一点都不错。所以在今天啊，这个各个道场的这个斗争正常，佛说的嘛，这个道场要不斗争不奇怪了啊。为什么佛法的法运每一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教学啊。佛住世为什么那么兴旺？佛教啊，以身作则，真的是大公无私受感化的人多啊，回头的人多啊，放下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啊，依教奉行的人多，庄严国土啊。那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学习的人没有了啊，他为什么不肯学佛法呢？他学佛法太苦了，不能够享受啊五欲六尘之乐，他把五欲六尘当作乐事。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了啊，五欲六尘之乐，我们在讲习里头说的很多啊，
那个乐是什么乐呢？我用比喻来说，吸毒、打吗啡是这种乐，不是真乐，刺激啊。这种乐的享受，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啊，我们知道吸毒，吸毒有倾家荡产，这是他付出代价。最后呢，把这条命也付出去。你说这多严重？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要贪图世间财色名食睡这种享受，啊，你付出什么代价呢？你自己知不知道呢？你付出的代价是断一切善行善念，造一切的恶业，你付出是这个代价。啊，那么将来呢，你把法身慧命赔掉了，断了自己的法身慧命呢，而感恩的果报是在三途啊。你有没有想到呢？所以世尊给我们示现的，你就晓得有大道理在啊。他老人家示现的是世间荣华富贵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通通舍弃了啊，做世间第一等的好事。什么好事呢？义务教学，啊，他不是不做事，他做得非常积极。我们今天讲敬业，啊，对于自己的事业尊敬，啊，很认真努力去做，啊，讲到敬业，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找不到第二个人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啊，他从事的工作是义务教育，每一天给大家上课半个小时，讲经说法就上课啊，49年没有休息，啊，也没有度假，什么人对于自己的事业？能够做到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尊重，这是积极，它不是消极啊！我们后世做佛的弟子、佛的学生，要向佛学习，啊，佛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要不依照佛，啊，不想学佛，那你学的是什么呢？啊，佛讲经说法，讲到79岁呀，啊，中国古时候这些士大夫。啊，从政的70岁退休啊，释迦牟尼佛永远没有退休啊，他本来可以住世100年的 啊，为什么80岁就走了呢？学佛的人，学佛的情绪逐渐走向低潮了，魔王波旬
出来请佛入班涅盘，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佛决定没有妄语，答应他真的去走了，满魔王波旬之愿呐，一个造恶的人，佛也满他的愿，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要多想想哎，然后才能够生真智慧。佛为什么不呵斥波旬？为什么答应他的请求？这个里头一定有大道理呀！这个大道理，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冤家宜解不宜结。魔是反对佛法的，虽然以后他也皈依做佛的学生，接受佛的教诲，但是他还是要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他破坏不了，他尊重。那佛的弟子，他就没有看在眼睛里头了。这个佛的弟子稍稍要不如法，魔的力量加持，变本加厉，叫他造作罪业，让他破坏佛教形象，破坏佛教形象，魔加持啊！更深一层去观察。众生福薄，增长三毒烦恼啊！远离人伦道德，所以才有劫难的发生啊。这个里面的因果非常复杂，佛菩萨清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去想，怎么去猜，与事实真相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法呢？老老实实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佛教我们做的，我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要违反，等到我们真的把敬业修成了，古人说的话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所表演的那些事情，我们就通通都明白了。我们今天没有智慧。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智慧开了。诸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表演的时候，我们通通明白了。明白之后什么？要学习。
如果在十方诸佛刹土啊，肯定会遇到类似娑婆世界这些众生的状况啊，我们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从前这一套方式我们可以拿来表演。这个才是真正学佛了。啊，那么这时候记住，我们现在怎么个学法？啊，我们讲现实。啊，现在的学法，诸位也要不要忘记这个佛真实的教诲。我们用什么来庄严呢？清净，清净心，清净语，清净行。啊，什么叫清净？立自私自利就清净了，立名闻利养就清净了。立五欲六尘，立贪嗔痴慢就清净了。啊，清净的心性，心与意啊，就是庄严佛国土啊。啊，诸位要记住啊，不是在香这个香花翻床啊，不是这些啊，那些是形式啊。我们要有内容啊，啊，那种形式不是真正庄严，内容才是真正庄严。啊，别人建的富丽堂皇的这个宫殿啊，殿宇，我们进入这个殿堂是以清净的身与意三业他这个形象才能放光啊。如果只有形象，这个里头没有真正修行人，那是假的啊！那就是从前李老师常讲了，有庙无道，不能信教啊！这话是真的啊，所以世间有财力的人喜欢建寺庙，他不懂得什么叫修行，什么叫真修，他不懂得，他喜欢搞的形式排场啊，像什么像唱大戏一样，喜欢凑热闹啊，真正讲经说法修行的场所他不去。为什么呢？他没有耐心啊，你叫他坐在这个地方听两个钟点，他受罪啊，坐不住啊。啊，念佛堂里面叫他念两个钟点佛，他念不下去。他喜欢热闹啊，做法会啊，放焰口，他很喜欢。为什么呢？他把他那个当作娱乐场所，把他当作表演，当作
看戏，他搞那个，他心定不下来，妄想纷飞，他止不住啊，所以他心目当中的庄严跟释迦牟尼佛所显示的庄严是两桩事情啊，完全不相同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我们一定是依教修行啊，以这个来庄严道场。我学佛以来，啊，自己没有发愿见道场，啊，一生都是住别人道场，啊，早年在台湾，啊，我们有一个华藏图书馆。那是韩英馆长一手创建的啊，规模虽然不大啊，很小，提供我们奖金不中断呐 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小讲堂啊。天天讲经，啊，30年不中断，啊，以后简丰文居士，啊，供养我一层楼房，我们把它做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就像。印光祖师弘化社同样的性质啊，专门来流通经论善书啊，地方也不大，小小的，做得很成功啊。我们流通的经书遍及全世界啊，数量相当可观啊。啊，我们自己印大藏经，买大藏经啊，赠送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啊，我印象当中的数字2000多套啊！啊，这个是大部的。啊，除这个之外，台湾印《四库全书》，啊，印这个《四库会要》。全书分量太大，价钱太高，我没有能力去买啊。啊，我只买了一套啊，全书啊，啊，现在在澳洲。会要呢，只有全书的1/3，啊，我先后总共买了34套。啊，这34套里面32套赠送给中国大陆啊，各个省，特别是自治区啊，我是每一个地区选一个大学啊，赠送给大学
同时在学校是奖学金。我做这个事情啊，那么会要现在有两套在澳洲，我们是以此为庄严啊，这个庄严不是摆在那里好看呐、啊，我们认真努力学习啊，以学习为庄严呐、啊。啊，《大藏经》绝对不是摆在这个书架上看的，常常阅读。就是亲近释迦牟尼佛，亲近呢这个诸菩萨祖师大德，展开你听他们教诲啊，听他们说法了，这是人间第一等大乐事啊。读古人的书是跟古人做朋友啊，啊，有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世间人都不善了，骗人的人太多，我不跟世间人做朋友，我跟古人做朋友，你说多自在啊，多快乐上有古人啊，这个上是高尚的上，朋友的友啊，这个偶尔我看到啊，香港我们这个地方做的这个光碟啊，打成这个字幕啊，大概是做字幕的这些同学们啊，对于讲经啊听得少啊，所以这个字幕里面的错字很多啊，音同意思完全不一样啊，在这一点呢，希望做字幕的同学要留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光碟流通出去之后啊，对于老修行的人没有问题，他一看就知道你哪些字错了，但是对于初学，你就误导了初学啊，这个也要负因果责任啊，所以最好这个字幕啊，你们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打进去，先给这些老同学看一看啊，有没有错误啊，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我们一般讲白字啊，音是对的，意思完全不对啊，所以这个做字幕啊，现在这个新加坡做得还不错啊，新加坡是由这个陆地真居士在主导，他听经听了不少年，而且每天都要听好几个小时啊，听说每一天呢都要听八个小时啊，这个三年来确实我看到了他的相貌变了啊，气质变了，读书变化气质啊啊，陆居士大概自己心里也晓得，以前给别人的印象不太好，所以一般人对他是敬而远之，现在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几年
他就是做字幕，有字幕，他也听经啊。每一天听八个小时，他的心定了，智慧增长了。啊，这个毛病习气啊，自然就消融了。今天许多人看到他，尊敬他，欢喜他，亲近他，改变了。学佛的好处啊，要真干，干假的不行呐。啊，假的时间久了，你的行迹就露出来了。啊，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叫一文不值啊。啊，最初你做的还有模有样，啊，装模作样，啊，大家误以为你是有道德、有真修，啊，对你尊敬的，啊，时间久了之后，你不是真正修行，你败露了，到后来人家瞧不起你了，一文不值，啊，不愿意再跟你接近。事法都不能作为，何况是佛法？啊，陆居士的修持也是给我们现身说法了。啊，时间并不长啊，3年的时间他就转变了。一天至少8个小时，锲而不舍。佛法很能转变人呐，而且非常快速。他今天在做字幕，天天听经。带着一班同修，啊，成立一个小组，啊，那我相信再有个2-3年，他一定经讲得很好，听多了嘛。谚语常讲，熟能生巧啊，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啊，如果再能做到，那你就是入佛境界了。啊，所以智慧天天在增长，烦恼习气天天在消融，你不真干，这种殊胜的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啊。啊，这个利益不但是改变你这一生啊，改变你生生世世。啊，怎么说呢？肯定你念佛往生净土，你不再搞六道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改变了生生世世啊，这种利益，十法界里面找不到跟你相比的。
有善根的人，有福德的人遇到了，啊，善根福德少的人没法子，他来生还要继续不断的搞六道轮回，不知道搞到哪一生哪一劫，他才能醒悟过来。啊，那么首先知道我们是用实质来庄严，不用形式。啊，我在澳洲建立这个金钟学院，我们硬体的工程到今年年底全部完工。啊，我们增建一个大的活动中心，可以容纳300人。啊，建10个教室。啊，全部工程完工了。以后不再搞这些事情了，到此为止。啊，我们要把心完全定下来，我们要搞实质的了。啊，要在经教，要在修持上下真功夫。这是真正庄严国土啊！啊，戒行相应的道场啊，如理如法的道场啊，我要求每一个注重。不管你是出家在家，只要你住在我这个道场，一定依教奉行。啊，学院是以戒为主。啊，每天要上课。啊，6个小时的这个讲堂。啊，上课。4个小时念佛，啊，这4个小时念佛就是早课跟晚课，啊，早课晚课都念佛，啊，早课2个小时，晚课2个小时，万缘放下了，要真干呐，啊，这个庄严道场，啊，布里斯班。澳洲金钟学会跟我们是同步一起来学习，金钟学院偏重在行门，啊，常年佛七，啊，我们效法苏州轮岩山寺印光大师的道场，啊，我们起见常年佛七，啊，每一天念佛10个小时，常年不中断呐，这个道场有它的特色了，这一门深入，一句佛号。这个里头讲不讲经呢？不讲经。啊，你要想听经，到学院。啊，你要专心念佛，你到这个金钟学会的念佛堂。啊，这个样子才能成就。啊，我们用这个来庄严，
庄严道场，庄严国土。啊，那么这个经上讲的啊，或有严禁啊，不思议设方诸佛刹海，或者呢是违禁一国度。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违禁一国度啊，为什么呢？其他道场我们力量达不到啊，纵然有愿帮助他，那真的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愿不具足，我们想帮他也不接受啊。啊，所以我们从一个道场做起，希望这一个道场呢能够将来慢慢影响到其他的道场。啊，古人所谓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啊，我们绝不鞠躬啊，我们只做出这个样子来给大家看啊，教哦，教的道场啊，修有修的道场啊，解门跟行门虽然是两个道场，两个道场是密切合作，戒心相应呐、啊，定慧等学。我们以此为庄严，虽然是一个道场，于业视线写无余。华严经上说一即十度，多即十业啊，我们在这一个道场里头展现出无量无边的法门啊，无量无边法门是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展开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华严境界啊。当然啊，我们现在对外面的开放，对内的学习是不中断的，对外开放呢，接纳同修，现在我们道场同修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每一季，一季是三个月，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呢学会打一个佛旗啊，这一个佛旗是十个佛旗连起来的，70天呢对外，我们自己的念佛是一年365天都不中断啊，但是对外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季有70天啊，这是长的佛期，欢迎这个外面同学来跟我们一起共修啊，因为我们道场不大啊，这个名额的有限制啊，人太多了我们容纳不下啊，照顾就不周到，所以有一定的人数啊，那人多了推到下一届去，一年有4次嘛，春夏秋冬4次嘛啊，所以我们按报名这个顺序啊，这个多的推到底下一届啊，再有多的再推到底下一届这个学院里面也有对外开放的啊，短期的对外开放呢也是用这个方法
一年四季，每一季办一届，啊，对外开放的，这是十个星期七十天，啊，内部的教学常年没有中断，啊，内部教学我们预定，啊，是每一届九年。啊，那对外的是短期的，啊，我们也帮助啊其他地区的同学们，你们要到山上来学一部经，学一部论，我们帮助你啊，我们开小班啊，所以我的教室不大啊，这一个教室里面将来多少人呢？老师跟学生一共六个人，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啊，我开这样的班啊，我们有十个教室啊，有必要的时候大众在一起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大教室啊，大众啊在一起啊，分开来的时候是个人有个人的班，所以我们同时可以上十种不同的科目啊，大概明年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我们的工程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完工啊，明年我想呢渐渐会上轨道了啊，这是我们现前庄严佛国土的做法。好，现在时间到了。